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kay. 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开图任务，它叫沉郁祝融上啊，沉郁谷的开图主线。我个人是建议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开图任务的时候，最好呢是把它图中已经暴露的这个描点都点掉。那么点掉的话呢会比较方便。那么进来以后跟这个仙人叫锦鲤吧，叫什么？先跟大家过一下剧情，他叫福锦，他是请我们来帮助的。然后你穿过这个秘境呢，就会后边会获得一个这个成就。那么我过剧情呢，你们也过。这个召集刊后边攻略的这个网友们呢，朋友们可以跳过。这里有一个教程，看，教你穿过这个秘境。哎呀，这对话是非常长。然后他让我们去俏云庄啊，这个俏云庄在原神前单中的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你把这个青天神像先点亮，到这个俏云庄你会遇到一个老头啊，是种茶叶的哦，跟他交流。好，他会指引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然后开启任务，沉郁祝融。然后你就跟着任务的这个指示标志走就行了。然后就遇到两个人，他们因为茶叶的一些问题，这个罗先生是属于他算师傅吧，他就斥责这个弟子茶叶没有弄好啊，但是对我们呢是比较和蔼的，只不过人。然后老爷再过来跟他商量，就是怎么解决这方面的这些问题。稍微点的快一点，剧情我回去。
这个俏云庄的这个背景音乐还是非常非常古风的，有一种茶色茶香的感觉。我感觉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背景音乐的。然后给了我们一个这个食谱啊，一个秘方，然后我们继续走。前面跟着这个锦鲤，其实他们这个区域叫做仙力，就是仙人的力量，其实就跟那个须弥的那个钩子差不多啊。然后这里解谜啊，要打一个怪。咱们就快速解决战斗。然后呢，这里边呢，这块呢，就是说，你把那个它里边那个核心的那个壶取出来，然后呢，跟那些花都这个就是碰上就解别，然后这个仙人就出来了。而且这里就是要求我们进入秘境，然后呢，宝箱别忘了拿，第二有一个宝箱，然后你把这个石头去掉，它会有一个成就，叫做不过是一个石头而已。刚才没有说。啊，这里对话完，我们向。然后把解锁这个山上的这个锚点，然后在前面又有一个锚点，一路咱们就把这个锚点就都拍开，不要落下。然后也有一些玩家或者朋友们可以愿意这个把这个锚点提前解锁的话，也可以给它解掉。然后把城里的这个锚点解了。他这个说这个建筑风格是徽派建筑，在这里我们会遇到这个一对枫丹来的朋友，这个女的好像是个机械师，看着这个装束，听他们对话。这小孩最后他会留在这个地方，那个谁，另外这个女生，她就会去帮忙去，叫什么？蒙派涅。这个小帽是后边带咱们进行后续任务的关键人物。
OK， 我们结束啊，然后跟着这个任务的指示。去到这个点了。到这个瀑布的下边。安如磐石。然后这个解谜是那个石头啊，你要是用仙力去激发它，然后呢它带你挪过去，挪过去你就进入这个洞穴了。然后跟着小帽就探秘。前面会有一个这个壁画，这个壁画是剧情，就是它是自动除法的那个，把这个海草什么的去掉了，它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壁画，是一个类似于祭祀的那么一个场景。通过仙力给他解锁。还是老规矩啊，我过剧情，你们也过剧情。调好完之后啊，我们传送到这个新的地方。然后继续跟小帽对话。然后他要带我们去做竹筏啊，类似于低成本的旅游。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在新版本里真的是特别好。然后这个他会跟这个满爷爷对话，让他给讲故事。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嗯。这里边又讲到了提到的这个阎王爷，阎王爷就是钟离，离月的这个阎神啊，这个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建模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壮观。然后我们上去到这个任务出发的点，开始解谜。
出动一个动画。然后就是调查，准备去调查这个斯卡尔。这里有这个盗宝团，把怪清掉。我清怪，你们也清怪。清完怪之后，这个斯卡尔就解锁了。这边都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我们点开那个传送点之后，从这个传送点出来，我们先回去。这个石龛呢是要做一个十字，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它像一个香炉啊。你从右边十字射到这个斜前。然后用这个斜前半射到这个斜前半，这个石卡就解锁了。哎，它是一个叉子，那么一个形式的解谜。宝箱我就不捡了啊，这个后边会可能会影响这个石头的这个不是宝箱的这个统计数。然后继续过去墙。然后会出现一个漩涡啊，我不要从漩涡进去、啊、进入这个漩涡里的秘境有一个成就。然后现在下来以后干在这个井里，然后顺道把瞄点解锁的。然后会跟他跟这个仙女儿对话。他会让我们去找东西。福姐。还是老规矩啊，我过去墙里面有过去墙。让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取回来。这个解谜也不难，也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先把这边的怪请一下，
然后点这个收藏。然后把这些亮点都点亮，进行调查。然后这里会有一个这个荧光的这个漂浮铃，然后跟着它啊，它一会儿会变成一个猪啊，对，然后你一碰它就跑啊，可以跟着它，也可以把这个产生的这个水之唤醒给打掉会更好一些。然后就是跟他决战，把他干掉。怪，把这个怪清掉。震天撼地，天动幻象。安有磐石，此乃天道。打掉之后，然后把这宝箱先不开，你们可以愿意开的可以开掉。偶遇之物必有风影，然后走这个上去。就像钩子一样，再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然后这块呢，是要把怪清掉，然后呢，把这个笼子里的香灵救出来。然后这个香灵共有三个，它会带着我们去找到我们要找的那个东西。笼子打开，喊了就退一下，要出的。然后点开门，把这个香莲放出来。嗯，它经过这个石锥后的又出现一个，然后过去又出现了一共三个，把他们三个送回家。收回家之后呢，我们过来进行一个解谜。交给我吧。这个火柱啊，是这个由近到远。那就解锁了，嗯。然后接着最后一个解谜，回到这个地方去见他。然后先带小猫的对话。然后这个它就会变成从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物件变成一个很小的。OK， 这是第一批开图的主下，基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然后我们过完剧情，下个视频见。谢谢大家观看。